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是带来清分，那今天会跟两个清分的视频啊，那都可以说非常精彩。那这场比赛的话，六个真人，两个人机，还有一辆凤凰，还有这个绿帽车，这个螳螂啊，这个螳螂这个车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恶心啊。那本场比赛呢，我确实也被带了不少的绿帽，当然仅仅只是在游戏中开局的话，咱们一马就当先。第一个漂移很漂亮，第二个漂移呢稍微差了一丢丢啊，胆子不够大啊。那这里的话咱们烧一个白盾啊，好，这里的话咱们护盾守住后面的牵引弹啊。因为你只要谈女朋友，很有可能就被戴上绿帽子。像我这种单身那么多年的话，我就肯定，反正我这辈子肯定不会戴绿帽的，只有我给别人戴绿帽啊。我看一下，那这的话，哎，这个天火躲不掉了，哎，我靠！后面的人的自爆的话是给，哎，这里的话，我这个磁铁被偷了啊！咱们被螳螂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啊，我心中是非常的不爽啊。看一下，那前面的话，咱们直接复位，让这些冤种的话，你们自己去做吧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哎，没吃到，哎，又被抢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竞争啊是非常的激烈啊，从游戏中就能看到了。那这里的话咱们只吃到一个啊，我不服啊。从游戏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这个性格呢是非常的倔强，我一定要双吃啊，对不对？从游戏中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。那这里的话比赛来到第二圈啊，这个漂移很帅啊，这个漂移双甩也很不错啊，看上去我这个竞速基础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其实我是没有竞速基础的啊。那这里看一下下，咱们先刹车刹一下，没吃到啊，没吃到就算了啊。哎，这里的话咱们稍微怂一下啊，这里的话直接双吃两个氮气，咱们氮气往前冲，看一下。那前面的话呢，咱们这里啊，这个绿帽车在我前面，所以说他应该不会反向磁铁吸啊，这不会像我这么贱的啊。这里的话，咱们烧一个蚊子复位，再吃一个，这吃到一个激光脑袋，咱们直接来一波帅气的回马枪，直接放出这个氮气，然后拿到两个红盾啊。因为他这个激光脑袋爆炸的鱼爆，如果爆到敌人的话，也可以算给你红盾的。那比赛是来到最后的一圈啊，咱们手中有个红盾，稍微先留一留啊。那目前是第二名。那这里的话吃到一个文职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被火人弹给打了。咱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被后面这个螳螂车戴这个绿帽啊，因为红盾被抢了的话，那真的是没得玩。哎呦，我靠！他还好拿了我这个氮气，但是我又是被戴一帽子啊，非常的不爽，啊，非常不爽啊！我这么老实的一个男人啊，女朋友都没交过你，给我游戏中戴绿帽是吧？好的。咱们现在红盾加速往前冲，红盾再加速，这个火箭弹就双吃，蚊子放出去慌不慌？朋友，你没得防了吧？哎呀，终点前还给我戴绿帽，还射我，但是呢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朋友，我已经跑到终点了，绿帽给谁戴？啊，当然了，好像结婚了也能戴绿帽。我不是视频中之前说我17年两个同事啊，他们两个结婚了，后来他们老婆都出轨了嘛，是吧？这主要是他们没有魅力，知道吧？对吧？就除了本身你会打羽毛球之外，你没有其他东西了。那游戏不会打，魔方不会啊。带女朋友经常去调情啊。好，全场低价 MVP 啊，给大家看下一个视频。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一把。那这一把的话有一个法老啊，依旧是六个真人两个人机。那这一把的话可以说是清分的宣传片了。我建议以后这个策划出新车了，第一时间找我去测试服，把素材给录好啊。这个录好之后，大家一看，你看像陈老师水平那么菜的人，这个车都玩的那么强，那说明这个车绝对值得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销量叭叭叭就上去了。那这个策划呢，就工资就涨了。就跟有句话叫做啊，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然后天天和白富美啪啪啪。啊，这里的话咱们回到正经一点。那开局的话咱们现在比较落后啊，射出这个激光导弹，但是呢我刚射他这个狮子连呢就给他套上了，那我这个导弹就等于白射了啊。我整整休息了一个星期，这个好啊。这里的话咱们这个好，这个看想给我戴绿帽子啊，想多了朋友啊。我现在手中没有米啊，咱们这里放出这个飞碟氮气加速往前冲啊。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策划以后真的找我，说真的第一时间出新车啊，哪怕你这个新车做的再烂，放心，我绝对把它打成非常 carry 的素材，对吧？那这个小白看了，哇，这新车那么强啊，好，买。好，这里的话咱们手中啊，有个白兵啊。当然这一场比赛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螳螂，后面的话被沙漠狮子王直接这个武士导弹，咱们直接复位一起爆，这个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谁叫你射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的话咱们手中有个磁铁。那这里的话咱们穿过这个白云窝，因为有这个面试星月璀璨啊，高概率防御白云啊。这里的话比赛是来到最后一圈，因为这张地图只有两圈，咱们目前处在第二名啊。在红盾加速往前冲，再吃到一个蚊子。为什么说这一场比赛说是清风的宣传车呢，宣传片呢？因为大家不是说这个吞噬大魔王概率非常的低嘛，看一下我第一圈没有吃到，那很正常，那第二圈应该也不能，不太可能吃到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跑了几局都没吃到一个，你看到现在还是没有。但这里啊，咱们复位双吃，再吃到一个吞噬大魔王，咱们直接放掉不要它，因为我现在落后比较多啊。咱们这里红盾加速让前面的人直接是爆炸，爆爆爆，嘣嘣啊，很爽。那这里的话，咱们直接看一下双吃，
一个飞碟放出去，一个文字放出去，再把这么一个激光导弹射出去，又拿一个激光导弹再射出去，爽！好，这样把咱们守住两个红盾，红盾加顺波复位调整一下车位，红盾守住后面的这个刚才这个狮子这个武士导弹，看一下目前咱们出来第一名、第四名，这里红盾不要，他又一个大魔王啊、哦，爽啊！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获得弹窝的概率其实还是蛮高的。咱们直接放出进行全体干扰，放出水炸弹，然后直接后面连续闪电弹，我这个从高概率出闪电，这个第一名实在是扛不住了啊，我受不了了。最后脚喷加速往前冲，还想给我戴绿帽子啊？你给我戴绿帽子，这个螳螂你想多了，朋友。啊，你想十几岁的娃，你想给三十岁的人戴绿帽子？想多了，朋友，只有我给你戴绿帽子，好不好啊？全场第一家 MVP， 看一下这把清风非常的 carry， 这个车非常的强啊！大家赶紧去进行购买啊！这个策划呢，以后你迎娶白富美了，一定要记得我啊，记得我，好，拜拜。